的法定性，它是一些这个 an order mean set of integers that add up to it。对等法定性，你考虑一个 locally 一个 strata， 它会是 locally closed， 这是我容易证明的事情。一个 locally closed strata。如果你lambda这个 partition， 它是比如说你有 S1 的lambda1这个整数，你有 S2 的lambda2这个整数 etc。 那这个 strata 它描述的是你有 S1 组 lambda1 的点连在一起，然后 S2 组 lambda2 的点连在一起，以此类推。什么差异金？S1 groups lambda1 points， 它们出现在 S 同的地方。这个清楚吗？就你要描述 N 个点在这个 survey 上面，你可以问说，就是所有 collide 的每个 collide 几个点 collide 在一起。如果你有七个点 collide 在一个点，然后另外三个点 collide 在一个点，你就自动这个传达进去描述。然后这些 local 就会是 SN 上面的一些 subread。OK， 首先这些 strata 它有多大呢？有多大呢？如果你有七个点连成一个点，三个点连成一个点，那你先确认你就是要两个点嘛。所以两个点每个点各自有两二维的自由，对不对？不要在 server 上面乱跑。所以首先任何一个这样的 strata， 它的 dimension 就是看你到底有几个不同的group。就是这个排列的长度会是这些 SI 的总和，比如说七三的话，一个七一个三，对。对，感谢。对，每个点有二维自由度，对，某个 server 都算好。OK， On the other hand， any fiber above。小歪，在这个 quotient 里面，你只把点，你只有点在哪里？可是，在 Hilbert skin of n point， 你要看在这个点的这个，比如说你有，如果你有七个点的连成一个点，你要看在这个点 l e n 七的 subskin 有多少？我这个 dimension 是什么呢？这个 dimension 是，如果你有两个点连成一个点。那你要记住这两个点连起来是用哪方连起来？你有个 T1， 三个点连成一个点，你有会有二维自由度，想象一下，然后四个点连成一个点，你有三维自由度之类的。所以你如果你有爬一点七三，我并不是给个证明，我只是你绝对不想象。如果你有七三的话，在七那边你有六维自由度，在三那边你会有二维自由度，因为总共是八维的，八是十减二，就是很减掉刚才那个。那你看这两个数字，它们有什么关系呢？好像有关系，又好像没有很直接的关系。所以呢，你想要 measure 这种长出来的比较复杂 fiber， 它有多复杂或者多糟？那我一种自然的计算法是，你看这个。这些长出奇怪 fiber 的地方，它们在整个 base， 就是整个这个空间里面的 contribution 是多少？然后这中间几维呢？它基本上就是 S n 的 dimension 嘛 ，S 是二维的 ，S 原来就是二维的。
所以这个家伙的 coordination 就是二 n 减这个，对，就是二 n 两倍的 n 点 density。所以发生了。好，然后那所以第二个 statement 就是说，这个 fiber dimension 是这个 coordination 的一半。这种情况包括什么？就是那些出现广泛 fiber dimension 的，如果你有个你看那些 fiber dimension 的这个 dimension 的那个 locus， 它 co-dimension 至少是两倍这个 dimension， 这样的包括什么？我们叫 semi small。semi small 的定义是什么？就是那些 fiber 里面是大一点 k 的地方，这口里面选至少的二 k， 这个不等式，至少3 m， 意思是说 fiber 里面选是一维以上的地方，这种是比较不好的。你说它可能变成至少是二维，不然它平常还出现。fiber 变成是二维的地方，可能变成至少是四维。再说 ，so far so good。有了这样的条件之后啊，这个 pervasive machinery 就给出一个 magical 的结果，那你可以描述这个 momentum。这个 F， 它跟一个比如说 coverage span map，coverage map 差多少？所以我们这堂课想要讲的是一个，有这个神秘的拓扑工具，它能够描述。在某些情况，比如这些情况可以特别好描述一个 general momentum， 至少 proper momentum， 它距离冰丝木差多少 ？For the purpose of cohomology， 所以靠我们本来想要的 statement 来方讲，我们本来在 covering space 的时候，我们 statement 是。然后你知道，如果那个 proper smooth step， 你说这东西是这样的东西，哪个 degree 里面上？所以你应该要能够描述这个在 F 底下 constant shape push forward。因为这些 F， 因为这个 F 它不再是 relative dimension zero， 它在 quasi finite 的时候是发现。你跟我们紫光都有一样的事情，但是呢，看到没有？奇怪领域。首先，你有各种 strata 和 index 摆在 lambda， 然后你有一些。有哪一种算法？然后你有些莫名其妙的 object called pervasive， 它像是 error log 这种，其实有我的东西。shape 什么？你可以知道不知道，可以暂时不用担心，它不会再了解。这个 shape 对啊。然后你有些比较容易了解这种模一个也不错。现在你有一些奇怪的 object to be introduced in this course， 它somehow在
我在某个 derived category 的 subcategory 里面，它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使用它们 instead of 这种简单定义的序，那么它们就会这个 play 正确的角色，使得了解东西看起来变成一个自然或者简单的事情。然后你可以把你想要计算的这个关于 ethical margin 的事情，写成一些 mysterious object dimension， 然后甚至我这些 object 它其实有那种 mysterious， 比如说在我们的例子里面，你可以做一些额外的 delta 的这个那个 x bar， 那比如说换成 blue， 在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你有一个这样的事情，这些其实就是这些 locus 的 closure 上面的 function shift， 然后这个 shift 就是。那就非常开心。我开心在哪里呢？开心在我们本来想干嘛？我们本来一开始每对我们想要了解，比如说它的 cohomology， 为了了解一个 applied 复杂 space 的 cohomology， 我们迫不得已 working family。我们要了解一个本来没有 sheep 的 cohomology theorem， 不一定要有 sheep 的 cohomology theorem， 我们把它想成是这上面的 sheep cohomology， 把它 push 下来，然后说，哎，本来这个 x 上面的 cohomology， 看现在 y 上面，我讲吧，都是一个某个 space 上的 function shift， 这个 derived push forward， 它其实就是你在个人自由这个 shape 上面。接着 remark 是我们这边会有
如果学生有兴趣的话，这事实上是一个一学分的短期课程。那如果大家是对这个课程有疑问的话，我希望大家如果尤其是真的想要有学分数的话，待会结束完我们先留下来，因为事实上我们需要跟你们每个礼拜会有一个小时的讨论。那我希望大家用这个讨论时间，就是想想说在这个密集的课程里面有哪些东西是比较 preliminary 当成已知，可是你想要更知道 detail 的，就先想一想，然后可以告诉我，或者是那个蔡正江老师，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机会再多做补充。就是希望大家多利用这个时间，尽量的学。那有些什么缺的东西，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去再补起来。那这个事实上其他的同学，如果你没有要真的修学这个学分也是一样，看看有什么问题是想要知道更多 detail， 或者在证明里面跳的比较快的部分做一个整理，那我们会有另外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再加强学习。OK， 这个是基本上是课程的一些规划。那也鼓励大家在难得的机会，三江刚好在这边，对这些有任何疑问等等，然后有哪些相关的问题，或者他自己的研究等等，或者是一些他的经验，那就是多跟他讨论。OK， 大家看到他非常和善，应该需要 OK， 就是多利用这个机会。所以他在这段时间他的办公室会在431 432旗舰里的旁边旁边就是在430讨论室的隔壁。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利用不是玩，是那个陈一良老师。这样做隔壁啊。是三个。天主的同学。How strong man。